你在聚光灯的时候会得到很多的赞美和美誉。他是一个特殊人才，公众人物。他是一个大男孩，非常单纯，阳光、善良、聪明、好胜心强。他身高是1.98米，臂展2.12米。他的最大的天赋是在力量内。The stroke length is over 3 meters in a race. No one else in the world has that. 水感不如他，爆发力不如他，夺冠、取胜的这种强烈的愿望，个性的张扬。加油！你是中国航母，中国第一个奥运会男子游泳的冠军。他树立一种信心，就觉得哦，奥运会冠军我们男的可以。以前认为中国人种不行。在领奖那个站上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其实对运动员是最好的回报。那一种荣耀，那一种光，不是说你用其他的东西就可以买得到的。那个东西是必须靠自己的汗水去努力换来的。对于擅长中长距离自由泳的孙杨来说，缺氧环境下的高原训练是大赛前期提高身体机能的重要手段。然而近两年来，孙杨已经连续2次错失了在高原冬训中提升状态的机会。在2015年喀山世锦赛上，还能不能用成绩重新证明自己？这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经历了低谷，要想重回巅峰没那么容易。高原就培养运动员的意志力，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对于我长距离来说，它缺氧，你缺氧以后，它就会时间长了以后会造成肌肉会发麻，腿会发麻，然后供血供不上以后就会开始人会有点晕，就是肌肉会酸胀。你顶过去了，你下了平原以后，你就会变得会容易的很多。九号，好吗？笑死我了！下半场。你去年在昆仑练的怎么样？去年昆仑特别怎么练，像昆仑就上来发现很多事情，然后就调整调整，然后就没怎么练了，连房间都没怎么出那次，然后就叫什么就那个就下高原了就。这两年可以说有将近1.5年的时间发生了就是那些不快乐的事情，就是就觉得以前看了在新闻上看的这些，没想到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时候休息了快2个月吧，就躺在那边，其实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比赛，包括那时候的一些就运动员，他们可能会去训练啊、比赛啊、参加活动，会其实挺难过的。因为我已经站在我自己这个领域已经站到最高峰了，就拿到了最高的荣誉，但是就是说一下会从那么高的一个荣誉的地方就是跌下来，确实心里会有很大的落差。其实我们看到刘子歌的到来，他的身后是更强大的中国游泳队，很遗憾有一个名字不在，有一个人不在，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人是谁。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快速回到正常的轨道，不仅训练正常，一切正常。这个舞台给他留着，这个赛场也给他留着。在医院里边，脚做了手术，还包着纱，动不了的。我看了央五的那个体坛风云人物直播，当时自己的就是体重也是一直在上涨，然后当时也怀疑过，我觉得
在我人生算是一个低谷，我觉得在我运动生涯，就是也问过自己，就发生那么多事情，包括现在脚这样，就通过恢复训练还能不能再，就是说再重回去像到以前的巅峰。由于长时间没有系统的下水训练，孙杨的运动机能已经大不如前。出于对于高水平运动员的保护，在脚部手术拆线一周之后，孙杨就被允许恢复了国家队的集训，跟随教练朱志根从杭州来到了北京。为了能够让他尽快的恢复，国家游泳中心专门请来了羽毛球名将林丹的体能训练师，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春雷教授来指导孙杨的体能训练。2014年2月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看上去就不像个运动员了，那个时候肌肉基本上线条是没有的，因为那个脸都是虚的，虚胖一看就是。第一次见面嘛，主要是以测试为主，就是手应该是在肩的正上方，手臂抬不起来，那划水的时候就你就这一个角度你差一点点，对游泳的人说那可能就是几厘米。卧推自身体重是推不起来的啊，就是80公斤，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只能推3个。你看他的深蹲是有障碍的，他只能打1分，他肩部是有问题的，有疼痛，所以他是0分，14分是及格，他只有8分，所以他这个最后得分非常不理想。哎，盘腿，揪着耳朵，1、2、3、4、5、6。这个中间得付出很多别人想象不到的。我那段时间基本上是以蔬菜和粥为主，就每天承受这么大运量，比如说3个小时大体能的一个训练之后，回来就是一碗粥，然后一点蔬菜，一点酸奶，就是这样。然后通过一个大运量强制的把体重减下来。一个月以后，我们测的这个，比如说他的体重从105已经降到了98了，就基本上已经降了10斤了。在距离全国游泳冠军赛不到2周的时间，国家队终于对外宣布允许孙杨参加5月份的比赛了。与此同时，另一消息也尾随而来，孙杨换教练了。他有很多思想，他的一些想法，假如说不能够和主管教练员有效的沟通，憋在心里时间一长了，就可能酿出一个事儿出来。所以呢，我们就看上亚东这一场，他能够容易和运动员去沟通一下。当时确实没有合适的中心领导找我工作，那我就一直很犹豫。看着冠军赛一天一天临近，所以说自己当时也是很有压力。找他谈的时候，他表述的他一种很压抑、很痛苦的那种心理，很无助、很无奈的那种。前期说的接手也是从保运动员的角度，首先让他保持一个基本能力的恢复，后来就练了2周不到，就给调整，为了比赛做调整。开始的时候还不敢游，不敢游1500，就是对1500的把握没有。声怒吼，孙杨宣告了他的回归。通过短期恢复训练，他在200米和400米自由泳比赛中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毫无悬念摘得金牌。令人担心的是，孙杨能否以目前的状态参加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这个问题盘旋在每个人的心头。
因为他是参加1500米，1500米是个耐力性的项目，而且是体能，纯体能的耐力性项目，自己游，四个多月没练，你的最大摄氧量、心输出量，啊，线粒体的数量和这个密度都会下降，2个星期就能降低10%。你要想达到以前的水平，你要花到几个月的时间。特别是他的有氧耐力，虽然当时可能恢复的成绩很普通、很一般。但对我自己来说，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成绩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够了。到400、200游完以后，那个在1500中间很大一段时间，有大概三天的时间，在训练。训练的过程，他找到感觉了。找到感觉以后，我说可以了。我说你这个可以游15分了，啊，这个可以游15分了。我说这个节奏 OK， 所以还继续参加1500。刚开始我们测试的时候，他肩关节是有疼痛的，在赛前也是在帮他看一看，几个基本动作筛查一下，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痛感了。如果说我不比，那很多人会觉得，哎，孙杨是不是不行了？哎，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很多原因，他可能吃不起这个苦了。1500其实他赋予了我很多的含义跟荣誉，所以说，不到迫不得已、万不得已，甚至是去选择放弃的时候，我在现阶段暂时我不会去选择放弃他。好，减速。知道了。来，加油！加油！水里你是听不到别人说什么，唯独就是靠自己的心理去支撑。因为说实话，在我的项目其实很枯燥，特别是刚出去游200，第一圈游出去，天哪，一转回来还有14圈，还有13圈，就是觉得心里好像有一种就是，哎，反正就很难受的感觉，说不出的那种感觉。15分1秒33，孙杨结束了1500米的比赛，顺利夺冠。虽然比2012年创造的个人最好成绩慢了半分钟左右，但是这对于有4个月没有游过1500米的孙杨来说，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挑战。听到了很多质疑我的声音吧，觉得可能，我觉得我到此结束了，或者我也听到很多声音，这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脚啊。比赛结束后，金牌选手孙杨必须接受兴奋剂检测。每次一个多小时的尿检结束之后，孙杨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场馆。孙杨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世界。我们看的时候，你们谢谢谢谢，好好好，谢谢，加油，加油，谢谢，加油，加油，谢谢老师，谢谢，拜拜。就一直等，已经3个小时了，差不多结束完了之后一直在等，我们进去被那些裁判赶出来了。我们进去也找过几圈了，反正不管怎样，不管是巅峰还是低谷，我们永远支持孙杨。Mm-hmm.
这治疗做了多久了？这个已经做了好几年了，这个每天都得做，热的嘛，还能恢复皮，能它能消炎，它能，不然的话太痛了，每天接大圆肌太痛。哎，不做不行啊，不做第二天就会死得很惨。换了一个造型，做完了，走嘞，拜拜姐姐，拜拜，谢谢，不客气。那你这边收拾一下，没事，您走。我先走了，我收拾东西。好，拜拜。今天就你一个人是吧？啊，还有健身队。那走了。喂，我你到房间了，你刚打什么电话的？啊，我知道了，那要跟你爷爷回来吗？我明确我站吧。看什么剧？啊？就看什么剧？没有，文章演的小爸爸跟那个裸婚时代没东西看嘛，到那边下点电视剧看看，然后下个电影，我们电影院很少人去嘛，那就看看下一个。现在澳洲那边天气怎么样？好像18度吧，还行吧，现在慢慢来啊。对，总的来说还行。到那边你就不适应什么的，早上起太早，早上困起来，晚上做完治疗，治疗晚，你白天好长时间没什么事儿干是吧？白天得睡一会儿，晚上吃不消，晚上下午也吃不消。我一直带着。这本书你一直带着？对啊。为什么呀？可以看一看，留下。什么时候买的？这书挺早的，这书是亚宁奥运会的时候，那时候是借的还是买的，我也忘了。啊。就你现在还没看完吗？还是看完了，每次都想跟他说看。还没全部看完吗？啊。6月15号是孙杨从北京出发前往澳洲开始海外集训的日子。孙杨的父母从杭州赶过来为儿子送行。这一天也是父亲节，孙杨准备了小礼物，一个蓝牙播放器，教父母怎么用它来听歌。因为他这个平时不能够回家，每年要上2次高原训练，再加上08年以后到海外训练，这样的话就从零八年以后在家里面时间，一年的话可能就是15天到20天的时间，聚少离多吧。付出了这么多，也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那社会呢有一些负面的新闻，我们是蛮心痛的，甚至当时有时候也不能够理解，但现在我们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吧，那我们现在也心情呢也放开了，就说一个公众人物总是社会不同的侧面都会去关注他，我想有一些误解，我就当然随着他自己的努力和进步都会改变。现在有个你跟他说说英语，签证材料要到时候再去签证啊，你也很多。我现在准备学好韩语，然后准备跟材料返校。
当时黄晓亮，他这边也在跳的。太厉害了！上次 PVC 的时候要你说韩语的。走吧，啊，看看自己东西，一共多少钱？我们数一下啊。没断，没断，没断。每次走的时候，就是感到还是非常的这个牵挂和心酸。父母因为发生这么多事情，这肯定是一种报警。可能因为之前自己的一些可能不懂事情啊，可能就无视了周围的很多亲情，还有那些关心我的人。其实静下心回过头以后，只要回到那，还是很多人发现，很多人在真心实意的帮我，在一直关心我。对。早上5:23，孙杨已经抵达了训练场地。澳洲的训练强度很大，为了在两堂训练课之间留出更长的休息时间，早上的训练课一般要比国内早2个小时左右。丹尼斯他能把我培养成奥运冠军以后，确实我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怎么样，就是可能比较一个迷信，就是他能把我带上成功的道路，我信任他。虽然很苦很累，说实话他的计划中国运动员真的没有几个人坚持下来。丹尼斯作为澳大利亚游泳名将，前15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者哈科特的恩师，他的执教理念以短时间之内完成高强度训练的魔鬼体系著称。自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短期指导孙杨，使孙杨在奥运会400米项目上一战成名之后，便成为了孙杨最信赖的精神导师。我不想下去。小哥，帮我扶一下。六月到澳洲，早晨的平均气温不到10度。孙杨除了要克服早起的不适应，还要挑战寒冷的室外泳池训练。我估计每个运动员都是一个想法，不想下水，但真下了就游下去了。顶过去就好了。
动。八个五十团，因为这一次去的强度，就是从200-400的一个有氧训练的速度上面来说，比之前以往强度还要大，不可想象。就是觉得，哎，今天我练完了，明天应该换个计划，他说，哎，明天继续重复这样的计划。练一堂课大概7000米左右，在一个非常短的一个情况下，他必须要求你去完成更加的强度，而且是每天这样重复去。为了让孙杨和队友早饭吃得好一点，孙杨的母亲一大早就忙碌着给大家包饺子。从孙杨小时候开始，他的母亲就非常重视孩子的营养问题，坚持每天煲汤给他喝，为孙杨的身体素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种好像像鸡腿虾哈，这种像我们鸡腿虾。这个是个小镇，这个买菜开一个多小时，是吧？在国内会不会说买个菜开一个多小时？Jumping title, jumping title, and social jumping title. Choose two coming back, three younger.Then 400-450. We need to keep working on technical aspects. At the moment, it's probably his biggest weakness. Starts and turns, consistency in starts and turns.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him turns because he has such length in his stroke that he has to make adjustments are more difficult than most swimmers because the stroke length is over 3 meters in a race. No one else in the world has that. So when he comes to a wall, he has to make an adjustment quicker than other people. He has to figure out where he's going to turn. Other people, you have more, it is a simpler process. So we have to get better at that. That's probably the main aim. The rest,is just continuing to build the physiology, continuing to get the preparation, the timing of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event coming up perfect. I think he can grow the stroke competitively if he grows it in training.在记住了，不管是在训练的时候还是放松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技术，拉长保持平衡，还有你的节律都要保持好，好吧？对，整个过程都要专注于你的技术的工作。So I think it's better. 好多了。Before, you're grown a little bit. 长一点了，长一点了。If we do slower, we do in training, everything will be better again.注意细节啊，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注意细节，才会有提高适当的反馈。如果光是看到反馈，那个This Chinese massage.他们挺可怜，他们一个礼拜只能按一次，给他按一按。他以后还要陪我训练有200次。我们是一天按摩2次。
这个中国运动员的待遇跟世界上不一样，对的，但是也看高水平。You know, the shift for tourism, you, what do you want to do? Everything? Everything. Okay. But I've已经游了14000米的孙杨，还要进行一个多小时的陆上训练，以加速恢复身体的各项机能。He hasn't got the background he used to have. He acknowledged that normally they'll do some altitude training and come in very good aerobic condition. But he's adapted quite well to what we're doing. He hasn't had to. I don't think.He's in pretty good shape at the moment. He built his way up through the short time he's been here. He's got himself in quite good shape in a short time. Sometimes it can be creative. You can make a streak. Oh. Are you doing dumbbell pulls? Yeah. Okay. Oh. So easy. So easy. Yeah. I 以前年轻的时候引体200个一口气啊。那是吧。俯卧撑号称也是200个，200个随便做。他肩受过伤，他肩不受伤，他可强了。This is experiment, and next time we go, I do a full set. You know, it's just another way to get transfer. That was transverse abs. 这个叫核心区域也是能量传递的重要环节。Yeah. And me. 哦，他都还有。你别打啊！我要。You can go too. 哇，他好硬哦！他好硬哦！哇，好。他好硬哦！觉得人有一些冻死了。咋说吧，先等一下。你先放下，你吃饭。哟，今天房间给我来了。来来来，嗯，好的。你喊的那么吓人了，就不要熬鱼。就这样，一个盆子装。不。08年我们奥运会08奥运会的时候训练局在浙江派个厨师，是没得用瓜蛋，什么用瓜蛋？这个用瓜蛋，孙杨不吃肉的，鸡肉，吃肉。叫来这，宫保鸡丁上来是吧？哎，我是第九。哦，好像没一下子变第九了。哎，杨哥变第五了，你变第九了。加速。就是新买的那个，啊，你自己拍照那个吧，你不要这点正常。你直接到水里面是要把图片。当然正常了。怎么样嘛？然后多放点东西。走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香水，在那个后备箱里，然后拿在我这个后备箱里。你说的。拿个水，拿个杯子嘛。你先拿吧。我跟你说的，你可以。统一擦一下，统一擦一下。这个今天基本上把东西都买完了，这味精没买，猪油没买，麻油没买，啥样的明天还得买，天天去。
伤比较多以后呢，他的治疗时间就特别长。当运动员很痛苦的，像孙杨这样的，比一般运动员更痛苦。冷，好多，每天都很多。冲一下，练一下四百。在这边训练很累，丹尼斯他那个节奏就是天天是冲，天天是这种高强度。你自己选择一下，这下一个出发包跟时间是像以前这样，还是两分钟，还怎么样？是吗？我还有一把，我有一组。看要游的话呢？不游啊！我不游了，你。到了是吧？我这里很痛，我这里很痛，两边很痛。这里很痛的，要不游足一块一慢，我要不游，那我要么游足一慢一块，有吗？有吗？孙杨呢？这还是训练很刻苦，所以他会叫说：“梁东，确实看他样子也不对，有时候技术啊出现问题。”但是你让他慢游，他还真不肯，又把强度游上去。我说你不要急，那你游今天游慢的，那明天训练会更好的。他就是咬着牙挤。哎，那边嘛，就是环境会比较好，然后换一个环境训练，然后就是能自己的想的事情不那么多。然后能专门投入到训练里面，而且那边的就是从训练手法手段啊，就是比在国内可能会就是让我去更加的去好的去把这个训练计划去完成。你得看着路，我的拖鞋有点痛。这里有种好大的气，装点沙子最后一堂训练课，距离亚运会开幕还有6周的时间。丹尼斯表扬了孙杨在训练细节上的进步，同时提醒他到边时应该注意的问题。Because you have to trust you, you focus more on you. 你得更加专注，更加的相信自己，更自信。他今天不错，今天基本上投大概3米的样子才开始起。The training this morning was an 8. Mondays are difficult. The training was good overall. The finish was very good. That was a 9. And it's the way he finishes technically. He is improving. If he swims.He finishes his races like he finished his training then that is an area of improvement he's made for the future. And we always look for improvements for the future to increase your potential. And that showed this morning, so I'm happy with that.